上个星期五，原本一早安排一度宣布押后，之后又如期召开的特首答问大会，卒之巨核。特首曾荫权到立法会，面对议员质询。政府的决策左摇右摆，近年令公众对政府的管治失去信心。议事堂内外，示威者和议员对特首穷追不舍。矛头是政府最近推出的逮捕机制。立即退席，陈伟业议员立即退席。为什么没有咨询呢？我们问了很多次，为什么有个这么大的判断的错误？这个责任是谁的？听闻黄仁龙司长就在开会的时候就说要咨询，就有一个高过他的人，没记得过高过他的，就说不用了，就这样做得了，是不是你？我听不是很准确，是绝无其事的。特区政府在五月中公布逮捕机制方案，藉此堵塞五区公投议员辞职再参选的漏洞。政府抛出方案的时候决定不做公众咨询，直接交上立法会，赶及在今年的会期内表决。我们是在透过这个法案委员会和在立法会的会议呢，已经广泛呢听了很多方面的意见。那今次政府是数够票就减粗来啊？是不是以后都用这种方式的了？不过在大律师工会四度发出声明指逮捕机制违宪之后，政府对方案内容作出修订，但是就坚持无需要做咨询，还强调修例是合法合宪。言犹在耳，在七一游行上街人数打破近年纪录之后，政府和建制派议员态度180度转变，结果逮捕机制暂缓上立法会表决，先做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我由入政府到我离开呢，就一个制定政策同埋推出政策之前呢，一个可以话是必须的程序呢，就是公众咨询。甚至内部呢是一些文件呢，你问任何一个政务主任他都会知道，如果你的文件你没有一个所谓公共咨询这一段呢，你根本这个文件都不合格。咁所以政府喺呢个替补机制，佢唔去做公共咨询。而个解释就係话呢，因为上一次五区总辞投票率低，就我唔需要做啦。而呢个咁样嘅做法呢，係过得到内部最高层。最高层当然包括特首啦。咁呢个係以我嚟讲呢，係完全係匪夷所思嘅。捍卫选举权，直到政府是撤回这个恶法，我们都不可以松懈。如果你是容许一些这样的东西都通过的时候，为什么政府呢，其实它时时都是试水温，看看你那个容忍度大到点。如果市民不维护这些核心价值，这个政府是会不断踩，不断踩， 是一路至到你没有权为止。吴霭仪经常负责审议政府呈交的草案，他批评政府今次处理逮捕机制的做法不诚实。而根据他的经验，在过去几年政府交给立法会的条例草案，其实很多都没有深思熟虑。好似去年通过的最低工资条例，有关范中的争论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實在條例草案審議的過程裏面，政府的決定就是不計繁中錢的，
咁本來咧喺個草案裡面咧就寫得好清楚噶啦，但係咧佢係因為受到壓力咧，都要喺個條文嗰度剔除。咁你剔除咗出嚟之後就，咁啊人人咪拗話究竟係犯咗錢定計定唔計啦？基層犯中冇錢，基層犯中冇錢。開始表決。立法就係要平息紛爭，等大家咧係可以有所依循。不是立法，不是求其将啲嘢扫入去地毡底就算了。因为得物呢不是一个争议的结束，是一个争议的开始。法案就是这样通过，根本不是贯彻。我觉得这个对于管治来讲呢真是很令人担忧的啦。想就住特首选举里面一些具体政策性的讨论呢做一些深入一些的探讨。专门研究公共政策的民间智库新力量网络，过去五年每年都就特区政府的管治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在过去五个立法年度，政府提交立法会审议的法案一共有114条，但是立法的成功率不足六成。超过三分之一的法案被搁置或者押后审议，当中有两条法案还是四上四落立法会都未受读，中央屠宰是其中之一。政府当时说为什么我们要中央屠宰，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公共卫生的考虑，选址啊，各样都做咗研究，亦都做咗好大嘅动作咧，就收回一啲嘅养鸡嘅牌照。咁但系政府最后点解会完全终止呢个计划咧？我觉得一路都冇一个合理嘅解释嘅。咁但系俾外界感觉，会唔会有啲出尔反尔，或者会唔会系一开始嘅时候即系思虑不周咧？即系我谂无论咩原因，政府都提唔到一个好合理嘅解释嘅时候，其实会损害紧即系政府喺群众之间嘅公信力嘅。令人覺得政府是不是即係個承擔的意志是不是會有所即係消減咧？係咪遇到困難的時候咧，就越嚟越退縮咧？對於管治的問題，我呢幾年有啲嘅體會。葉建文話：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政府，平均每年只係向立法會提交12、13条法案，數量唔及董建華年代的一半。而在立法过程之中经常要频频修订法案，凸显政府的管治决心不足。拖你啊，你拖我哋差不多。停车熄匙法案在去年提交立法会审议，法案引起职业司机强烈反抗，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被迫落区舒缓民情。好想立法，好想立法，等同谋生，等同谋生。头嗰三分钟唔使识咯，三分钟之后你咪识咯。你成日唔肯上车，一开门咁样，唔得噶嘛。系啊，我而家已经转头看系嘛。汽车引擎空转定额罚款条例草案予以三读并通过，现在付诸表决，赞成嘅请举手。法案虽然最后通过，但是就修订为在酷热天气和暴雨的情况下可以豁免执法。不过环保组织就批评政府让步太多。一些即是环境局的高层会当面埋怨我们，说我们我做环保为什么不好像不撑它，我其实有撑你的，不过是不是真的撑得你落呢？你如果只是做停车熄匙，但是你又豁免 A 又豁免 B 又豁免 C 的时候，那大家就会问了，你咁多豁免嘅话，究竟最嬲尾嘅效果仲存唔存在？如果唔存在嘅时候，你花咁多精神喺度咁搞咁多大龙凤，你嘅作用又系咩呢？俾人睇唔到你政府成套嘅理念系乜嘢？解决香港嘅空气污染问题喺过去几年都一直系特首嘅施政重点。不过经过咁多年，香港嘅空气质素依然强之人意。最令人诟病的是，香港沿用的空气质素指标是24年前制定，虽然特首5年前承诺要更新指标，
但是政府年半前才进行公众咨询，到而家未有结果。咨询完去做研究，研究完之后再咨询，咨询再研究，研究再咨询，无了期咁样做。其实呢个一个好好嘅一个指标俾我哋睇紧咩咧？政府你系咪真系想做嘢？而家好多嘅局长咧都系 L 背景出身，咁佢哋嘅强项就系解决问题，但系佢哋嘅弱点就未必真系会为大家提到一个长远啲嘅蓝图。佢哋谂嘅可能就五年之内嘅东西咯。如果只是问解决问题而少了理念的话，可能以后付出的代价更加大。特首你在位已经六年了，但是贫富悬殊、住屋困难是越来越深。特首你会几时实施全民退休保障呢？在这里想问问特首，你可不可以在今日是清楚告诉市民听，政府已经决定复建居屋。中花百几尺，二百几尺，四百几万，好犀利啊！都比嗰阵时候我哋睇都差不多贵了三成几啊！斯德莱年半前结婚，结婚前他们打算买楼，但是楼价太贵，四百几尺喐下都要成二百万，他们负担不起。不过现在楼价高到令他们想都不敢再想话买楼。二百万的单位是已经没有了，那段时候他结婚看的是讲四千零五千蚊尺，但现在呢都是已经要讲到七千蚊尺。讲个距离咧，哇，越嚟越远，越嚟越大，好似真系好难去追得到个楼价，或者追得到上车呢一个机会。香港楼价喺呢两年大幅飙升，今年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已经超过九七年楼市高峰水平。市民收入好难追得上楼价，社会要求复建居屋的声音一直存在。复建居屋，复建居屋，青年住屋需求多，青年住屋需求多，复建居屋，复建居屋。一致安心的资助计划比居屋的策略更加好。夹心阶层复建居屋，政府的态度一直冷淡。特首在去年的施政报告里面只是提出所谓优化版的居屋自安心资助房屋计划，用先租后买的方式提供五千个单位给夹心阶层。不过第一期一千个单位最快都要2014年才至落成。是190几的，是啊，最多得五千个，增多足少。我相信好似我哋咁样嘅家庭数量系一定唔止个数咯。如果系抽唔到嘅，咁政府佢应该有另一个目的系要嚟平衡个楼市啊嘛。过去居屋讲个功能都系当私人市场好多楼盘好多好贵嘅盘嘅时候，咁你推出一啲居屋去让一啲好似我哋呢啲夹心家庭。可以买到楼，可以上到车。政府是不是要复建居屋呢？在上个星期举行的特首答问大会上，特首依然没有直接回应民意，只是说一切留待十月施政报告才公布。对于市民普遍要求復建居屋的聲音，我聽得很清楚的，一定要整體我們的房屋計劃裏面怎樣做，哪些人應該合資格做公屋，哪些人住在做這些資助房屋，是資助什麼東西，資助哪一組人，資助的幅度多大。另外現在以往那種的這個居屋的方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另外對於私人市場的影響，全部我們的土地供應是怎樣，要全炮來看的。我亦都不想將這個問題呢交下一屆政府。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上星期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市民对民生、政治状况的不满大幅上升，其中对民生方面的不满意率高达58%，创下19年来的新高。事实上，政府过去几年制定和推行政策时，由于没有准确掌握民意，一遇到反对声音就急急转弯，政令推行出现左摇右摆。政府有需要考虑引入某种形式的入息和资产审查。反对资产审查，反对资产审查。我愿意是暂时搁置引入入息和资产审查的建议。这个政府我们在高层反复研究，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方案来的。局長有冇得改啊？考慮係咪可以考慮，即係保留而家已經係攞緊嗰啲？你唔講就會唔夠喎。聽過同埋分析過咧，喺呢幾日好多意見之外咧，我哋而家主動係決定咧，係將上星期五我宣布嗰個優化計劃咧，進一步去優化，向佢哋嘅強積金户口一次過注資6000元。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都会获得一笔为数6000元的款项。如果你一个政府纯粹从一个政治的角度就说我只是听建制派，那这个管治这个哲学呢是非常之危险的。一到他觉得他们将来的选情有影响的时候呢，他就第一个时间去跳船。嗱，局长你数够票这个星期就不睬我了。我叫上个星期就猛咁找我吓。咁如果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政府是不再去想的话呢，我们再做建制派那些呢分分钟是被累死。你这个所谓联盟呢是根本是一个不稳固的联盟。而这个联盟呢就时时利用你来去抽水，而你呢不断跪低之下呢都做不到嘢出来。香港的传统角色受到严峻的考验。政府当初推行问责制，黄永平说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要维持公务员团队政治中立，协助制定政策。但是过去几年施政上在细节方面有不少出错，反映公务员在问责团队的角色日渐受到忽略。部分护士训练学校会在今年，就是说我们现在政府现在最高领导他真的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去听不同的意见？因为公务员就觉得一次两次可能你都不听，第三次我都无谓提啦，所以其实就整个政策嗰个制定咧，系政治上有问题，行政上亦都有啲问题。今次其实我哋第一次见到咧，回归14年里边咧，我哋嘅政府咧，真系去到最后嘅倒数期。夕阳政府喺任何制度之下都困难噶啦。而我哋又冇一个政党嘅延续性嘅话咧，下届政府嘅从头再嚟过另一班人嘅时候咧，好多人喺社会上有政治能量嘅人咧，可能都选择喺呢个时候咧，我唔会同政府咧走得太近嘅。政府嘅管治出现困难，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咧认为呢个厨房太热，唔好入去；另一种人咧就话厨房太热，个厨房更加需要我。政策儘管是有良好意願，但出台之前可能思慮未夠周全，推出之後需要順應輿情是作出修改的，這些情況難免會影響公眾對政府的信心。有少少是一個惡性循環來的，當大家覺得你越弱勢政府的時候，我就越敢出來挑戰你，我公然挑戰你的權威我都敢，因為成本越低。反惡法，反惡法，撤回，撤回，政府是不是一开头就是无能的呢？这些官员是不是全部都没有经验的呢？
點解呢個制度係會令人才係卻步嘅？政府嘅四分五裂，行政機關四分五裂，立法機關嗰個不能夠係有一啲工作嘅關係，有乜嘢嘅制度就會出點樣嘅效果？我哋而家咧就係食緊呢一個不健康嘅制度嘅苦果咯。特首曾蔭權嘅任期剩翻唔夠一年，政府要切實回應管治不力、漠視民情嘅批評，否則民怨只會越積越深，影響所及，又點止係呢一屆政府呢？跟徐炳妙問妙答《基本法》，只要係東張西望。